很重要的时刻应该是刚刚开始了解到音乐软件的时候，学习编曲、作曲，然后把自己学到的一些音乐方面的知识运用到里面，然后变成了现在你们听到的每一首歌。所以对我来说，在学习音乐软件跟音乐制作的时候，是我非常重要的时刻。航海其实这个概念是出发于我想乘坐一艘叫做梦想的船只，我想去征服世界各地，用什么？用音乐，用作品。我的梦想是舞台，是音乐，是舞蹈，是唱歌，这是我的初心，从来没有改变过。希望有一天能够让大家认识音乐人张艺兴，歌手张艺兴。